大家好，我是贤英老师。今天这个教学视频有点长，大家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哦。今天我们来讲歌曲《如愿》，相信大家都比较喜欢这首歌曲，二胡演奏出来也是挺好听的，效果非常好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一下。首先呢，《如愿》我们定调是定在 A 调，A 调呢在二胡中大家可能使用的不是很多。那么这个 A 调呢，我们来先讲一下它的音阶是什么样的。首先从里弦开始啊，里弦空弦是低音发，外弦空弦是哆。那么低音发一指呢就是嗦，二指拉，三指西，嗦拉西啊都是要充分分开的。然后四指哆，那么在这个四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下一指啊，下二把为一指。好，二指 re，三指 mi，四指 fa。好，在这里面呢，注意 mi fa 和西哆是挨在一起的，因为它们之间是小二度的一个关系，所以其他手指都分开就可以了。好，外弦空弦是哆，一指 re，二指 mi，三指 fa，四指 sol。那 sol 的时候也是可以下一指的。好，往下走，二指 la，三指西，四指哆，啊，在这里面呢，也是注意咪发、西哆这两组音是挨在一起的，其他音都分开就可以了。大家要注意啊，这里的下二把为一指，就不是传统 D 调、G 调的二把位置了。里弦开始把这个音阶拉一下啊，发、嗦、拉、西、哆的时候可以用四指啊，如果要换二把位的话，我们可以换到一指。好，回去，发咪瑞哆，上一把位三指西，往下一点。好，连起来，发嗦拉西哆瑞咪发咪瑞哆西发嗦。好，外弦哆瑞咪发嗦的时候，可以下一指啊。回一把位三指发，加个内弦的四指，哆西拉嗦发，回来。好，我们看第一句啊，首先示范一下。我们从一把位的内弦发嗦拉二指开始啊，这个拉呢从后半拍开始，不要从前面开始，因为它这个是弱起小节的，所以比较弱啊。从后半拍有后半弓开始，拉咪带一个很小的滑音，啊哆来咪发咪，这个节奏型一定要注意。它比较复杂啊，是六分音符加上一个大浮点的一个节奏型。所以这个上面还是要按照我的弓指法去进行的，re 到 re 西，注意这个西要往下点儿，往下走，空。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就注意节奏和功法就可以了。拉咪瑞哆瑞哆瑞哆瑞西，外弦，往下走，示范一下啊。好，拉咪这个拉也是短的啊。这个曲子里面它相对会慢一点，在一拍的音或者是一拍以上的，我们都要去加一下揉弦啊。而且这首曲子里面揉弦要细腻一些，所以这个频率不是于过慢，也不是于特别快啊。这个发拉三指下三指要下准。
句呢比上一句要音乐情绪上要更饱满一些啊，就是更激动一些。到空弦到啊，下二指拉，大大大大，然后升骚和拉是紧紧挨在一起的啊。最后一个加一个小回滑音，一定要小，如果大的话就不好听了。而且这个西没有很长啊，西米拉西，马上去接后面内弦三指咪就可以啊。西刀咪咪刀，西刀的感觉要出来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米拉西啊，内弦三指咪，一定要平均，也不用特别强啊，稍微弱一点去进，弱一点马上去强起来，然后西刀咪咪刀，这两个滑音都不能少啊，一个是前一音的装饰音啊，七刀咪咪刀都是挨在一起的，这两个手指紧紧挨在一起。这个咪骚，然后还是在这个把位啊，二指拉往下滑一下，上三指发，这里的换把一定要无缝连接啊，千万不要带太大的滑音。再来一遍，往下走，下一指骚，然后下一指刀，刀 Re 的指距关系要注意， Re 滑一下，所以这个柔弦一定要跟上啊，这句再来一遍，连起来，往下走，一样的啊，好，米拉西也是连弓，弱进，然后加强，西刀咪咪刀，好，二指拉滑一下，上下一指骚，再下一指刀啊，这里的换把会非常的频繁，然后刀西刀这里就不换把了，一直往上一个小二度滑一下，好，连起来啊，这两句可以给它连一下，总结一下，换把非常的多，而且在换把的时候又要做到非常的干净，这块呢就得好好的去练啊，千万不要带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滑音，一定要是干净的啊，干净的去上下去切换，一指换把去切换。